expensive. Huh? Huh? 看这只破坏王把我的泳衣扯成这个样子，哇！哈？这在录啦？这什么关系？声音又不重要。一只手拿着话筒，一只手拿录那个Flip就好了，又不是多大的东西。他就是这样狠狠的把我的泳衣给毁了。 嗯，为什么反而要给他取绰号，在家里讲的时候应该不用啊？哦，你是在讲演艺界的人啊？我还以为你在讲你的老板嘞。嗯，我知道。谁？ 人家那么漂亮。